有一次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，祈祷完毕，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：主，请教我们祈祷，如同约翰教了他的门徒一样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祈祷时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我们的日用粮，求你天天赐给我们，宽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。